猜得到这是什么吗？这不是新作品哦，这是我之前说过的这个东西。展开是像这样子，然后里面可以做一些自己的装饰。应该记得我之前的这一个卡片吧，它其实就是其中一个机关，这个你看，这是我有装饰的样子。然后这一次呢，我是新增了上面的一个这个小拉环，这样子拉起来的时候比较方便。想要知道怎么做吗？它真的非常简单哦。那点阅率破500，我就来录教学，让我偷懒一下吧。